这是一款道顿 DC-9850C 财务平衡装机。首先介绍一下操作面板，电源开关键，指示灯预热指示灯，装钉指示灯以及报警指示灯，分别下降键、上升键、点动键、复位键、启动键。此款机器使用方法如下：首先将凭证放入相应位置，按启动键打孔，同时根据凭证厚度自动检测结果，把截取的管放入孔内，移至右侧热模图上，下压挤压手柄，停留3到5秒钟，一个孔装钉即可完成。第二孔装钉同样调至相应位置，点动启动键，打孔接管，放入孔中，移至右侧热模头上，下压手柄，停留3到5秒钟，装钉即可完成。